下一个节目喜剧小品吃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鲍鱼音乐榜。今天给大家盘点跟风超人的两首歌曲。第一首《大哥别杀我》，这首歌最初的灵感来源于恶搞视频经典套路“大哥别杀我，听我解释”。创作者结合当下流行的吃鸡游戏创作的一首歌曲，因其诙谐的歌词一经推出就火爆网络。大哥别杀我。第二首《你打不过我吧》可以说是大哥别杀我的姐妹篇了，灵感来源于《王者荣耀》，渐渐的嘶吼唱法让青铜们有弄死他的冲动。打不过我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追不上我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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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被我打败了，拳头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。打不过我吧，啦啦啦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点个关注吧。警官，我没做大哥很久了。